其实我比较喜欢看历史书，对，然后对历史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，比较喜欢看一些就文科的，包括一些古典的书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看科幻小说，对，然后一些作家里，刘慈欣啊什么。小说月报就是一些杂志，看一些文章之类的，可能不是那种大部头，因为看不完，确实看不完，读一点点小文章之类的。除了村上春树什么的东野圭吾，千方里雪国那种沉默的高中。高中生的话呢，我推荐我也喜欢的朋友，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励志性的文章，读的话可以对精神上有一个缓解。它讲的大概就是来自西部的男孩参加了一个美国的赛艇比赛，然后最后走上了世界奥运会的金牌。这个书里面的单词呢，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高考学生，因为它是一个20世纪的文章，所以呢单词非常的实用。我觉得是特别好的《美的历程》，它也是部美学的著作，《美的历程》李泽厚的。啊，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读。还有就是《万古江河》，是原来是邱校长的证书，19届的吧，好像我就自己去买了一本去读。然后高考之前就是特别喜欢这本书，一直在读，一直在读，《万古江河》确实值得一读。数学类的话，从一到五邱大就写得非常好，讲极限的问题。第一次看那本书，看了很多遍都没有看得很懂，然后就看了很多遍，那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。科幻我比较喜欢道格拉斯亚当斯的《银河漫游》系列一类的，那些写的都很不错。然后文学类的话，我觉得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本《古文观止》，《古文观止》里面的古文都是很经典的，可以看看李白的风格。对，其他的现代的小说的话，侦探小说的话，东野圭吾的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文学类的小说的话，文学类的小说其实我觉得民国那一类的其实都很好。我之前喜欢看历史小说，就不是完完全全的历史。像之前很火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那本书一开始也读了很多遍。后来我最喜欢的历史类小说应该是《卑鄙的圣人曹操》一个系列。然后后来我比较喜欢看《中华史纲》，就觉得那本书对于历史的整个观点比较高，也比较的整体，有一条线索穿下去，对，写得非常的好。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《中华史纲》，写的也不是很枯燥的。雪国，雪国是传单康成，特别特别喜欢。因为他所写的语言就是描述的画面，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，就是小说的话，我一般是3-4个小时就看完了，但是这本我读了好几年，就是感觉这本书只能精读，就是一字一句慢慢把它表体现到那种美。